Hello， 看我把火煮子做成香辣的了，这是开袋即食的啊，你们拿回去用热水热一下就能吃。这个汁儿必须得吸。它这个活珠子是13天的活珠子啊，这顶上黑色的它不是那个毛，它是它的小血管儿。我蘸点这个汤，这个可以吃啊，就是有点不太好消化，特别哏牛。再蘸点这个汤，好香啊！哟，这个让我给扒碎。给它抠破了，看这汤，看，这属于小蛋清，干干啾啾的，其实挺香。